你看今天出场就从你们的身边，刚刚拍了无数的合照，你们的掌声我觉得是应该要 double 的 ，OK， 我们是 double 派 ，OK。好，我们先让九令跟所有现场的朋友以外，因为有很多朋友不客气来自全世界各地啊，他们都透过直播在看我们今天的粉丝见面会，来跟他们问好。所有在 QQ 音乐、QQ 空间。全民 K 歌、酷狗音乐，还有 Line TV， 以及所有线上、现场，所有的粉丝，大家好！ Yeah! 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呢，我们非常非常谢谢佩姐。我想大家都有预购了 BD， 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如果要办一个签名会，我们可能会淋雨。我们可能会吹风，今天还真的天气就这么糟，你仿佛像仙姑一样，对不对？前两天天气其实还可以的，今天一起床，哇靠，蔡健林也太准了，今天如果关在户外我们就崩溃了。谢谢你啊，我也很开心，真的太厉害，掐指一算，今天就是要在室，而且这室内就算了还这么舒服，你真的很贴心耶，你好宠大家啊。其实我自己也怕在户外哎，你已经身经百战了，你还会怕在户外？我真的只要是一冷，我就会有道理，自己也要保重身体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坐得多舒服，场地多棒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，我们蔡依林是很有爱心的，在我们今天享受这个盛会的同时，我们要再一次的呼吁关于老人年菜的事情。对，你们都有看到我的脸书吗？有。有线上的粉丝有看到吗？有，他们我有听到，有，他们都有听到。因为华山基金会的这个老人年菜，其实还没有达成我们的目标吧，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付出一点点零用钱啊，每天存100块、600块就可以了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一起参与，好吗？好。绝对的，我们一定要多支持蔡依林的爱心。那么我们在开心的同时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受到关怀。那当然今天蔡依林自己也很惊讶，因为她到现场就吓一跳，她想说 OK 我们就定一个室内场地，然后华纳音乐就赶快要找地方，结果一来之后我有傻眼，我想说你们这个花了不少钱吧，没想定了那么大的国际会议中心哎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有像河岸留言那样子，那也太小了吧小姐，就是我这样子可以看得到大家然后那这样也看得到啊，然后其实也 OK 的这里对然后大家也不用怕，也不用想要打扮的时候不怕在外面给人家看这样子对对，可以留一点私密的空间，然后就发现华纳真的很用心，所以我进来真的还蛮感动的。是，其实九令是吓一跳说，这里不是平常办售票演唱会的地方吗？对不对？或者是办韩星 fan meeting 的地方，平常大家花好几千块才进来，今天免费，再次谢谢华纳，谢谢九令。他自己都吓一跳，你看我们还做了布景对，我上来想说哇。对呀、道具啊，布景啊，然后你看我们的音响，还有乐队老师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就是天后的规格。谢谢你，要谢谢华纳。然后呢，今天要大家尽情享受。对，谢谢粉丝，如果你们今天愿意来，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粉丝没有办法来，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心与我同在，所以希望今天真的可以大家很尽兴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的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务必既然都已经这么冷的天气出门，一来呢就当作看九令，要尽情享受；二来反正就躲雨，外面还在下雨别急着走，一定要待到最后。为什么？因为最后，刚刚有没有人看到别人跟九令握手很羡慕，而你却没有握到呢？我想确认一下，蔡依林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上千人，听说最后你要一个一个击掌才要回家。时间的蔡小姐，一个一个one by one可以那我可以集完之后偷偷又绕到后面再排一次吗？反正你也认不出来，这里1000多个人，对不对？我就赌你认不出来，或者把假发拿掉，管你的。
好，你说的哦 ，one by one 到最后哦 ，OK， 好，各位今天就会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快乐。那当然，九力也有一些原因呢，因为他说为什么要办一个见面会？我据我了解，因为九力签名好像特别快。所以大家那种近距离的那种眼神接触好像就很短暂，对，很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你的用心。对，因为我好像签名十几年了，然后每一次就很快速这样子，想说我自己以前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很想跟自己比赛，想说这一场可以多快签完。哦，就越签越快，越签越快，忍不住就停不下来挑战自己。对，然后我记得好像我的粉丝都会告诉我说，哎，我的好像都来不及抬头看他们，也来不及说几句话。对，然后他们只是上台，然后讲一直推推，就被推走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工作人员就是快。对对，因为你就真的签完了，不然在那里多尴尬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你是不是太快了？然后，因为可能我以前个性比较急吧，然后。演唱会的那个点歌环节开始，就觉得跟大家在那边马赛还蛮好玩的。呀、yeah, ，没错没错。对啊，所以今天就开了这个曲，不要说只是拿了 BD 来签名，然后呢几秒钟就过去，连眼神都没看到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时候东西，很容易就是因为时间久了，你就会放在那边就忘记，就变很多灰尘这样。是。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的回忆。呀，放在心里脑海里。对，就是今天你穿的什么，或是我带给你们什么，你们带给我什么，我觉得那个是最值得珍藏的。太棒了啊，贴心哎，再一次的证明九力不一样，更加爱你们，宠你们，然后更加贴心，这个叫将心比心。如果今天是九力是粉丝在那排队排了一个下午，最后呢连也没看到，然后签了零的几秒、其实是真的蛮忧郁的，对吧？对，好，所以这就是用心。当然今天不办签名会的原因是货也还没出嘛，所以怎么办？哎，对耶，而且被抢杀嘿，哦，对耶，还要再等几天。啊？什么？签你的国文课本？你有事吗你？这又太多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还有两天哦。但是我很荣幸，我已经看完了，各位你们一定要看，我从头看到尾，我一直在算他翻了几次白眼啊。真的非常精彩，包括幕后花絮，请大家告诉亲朋好友继续的支持。